少年呢，来到变形金刚基地了。哇，好大好大哎！身上都是废五金哦，汽车零件，你能够捡到什么零件，再去想你要怎么做。这全新的，很像那个 Iron Man 贴屁股后面。大家，我们比他们高一层，我们可以看到他们。还有更多精彩刺激的挑战，少年的你来。